小板块自从拨了张春来必杀之后，今朝你的两下子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六啊，下半夜两点钟，上海大西楼陆友殡仪馆小板块胜利。但是今朝给到大西楼老乡打得来四十不同，上半夜七点钟交通阻塞，已经得的交通在。为啥么来个人行情啊？小板块是一代红领，各种都晓得。谁要来看看你最后一面搭几天个别？张春梅今朝晓得你家蛮难过的，恐怕你就十几万里想不肯放过我们难办。但是张春梅一人往心里一想，我们讲大过今朝这个官，今后其实我不爱，受怕今朝这个官打不过了。等那是陆友殡仪馆了，我们恐怕进去子了不能够出来，不能再打我。虽然张春梅是个流氓不祥人，但是十二岁的人要打你了，你打哈了。张春梅今朝带真是紧巴巴忙忙，都进啊。哦，老板。今朝大家要当心一眼眼。晓得了，老板。哎。听说我才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是的，包裹准备好了，包裹也准备好了，把衣裳也做好了啊。把衣裳做好啥去了？咦，要错的呀？啥人错啊？侬错啊？侬搭小单位夫妻呀，侬搭啥把衣裳了？哎呀，老板啊，夫妻嘛就要错把衣裳啊。夫妻嘛，大说别多话，是不是嘞？老板，弄得人家讲啊，我的小店官感情怎么样好，怎么样好？嗯、假使弄这个白衣裳不错啊，我心包包不管，当心弄把人家当杀。这呀，本来是搞心里想，就当心把人家当杀，弄要挫败的啊。不是的，你看看弄堂里才是人啊。好，今朝我这个门啊锁不牢，刚刚关了把人家踢开了。嗯。刚刚收老板人家推进来，嗯，人家在问哪一个老板张春梅，嗯，啥名是张春梅，嗯，叫你出来看看，嗯，侬哪能带他讲？我讲张春梅还没回住嘞，对呀，等下走嘞，我从个大拿进来看。对，哎呀，啥啥去？大爷进来，人家打我名，搞你一点不走来的啊？人家不相信啊，老板。好了好了，去吧去吧去吧。哦，照片有吗？照片我弄好了，统统弄好了。是的，包裹单打好，请吧。包裹来再打开子，金爸爸这包裹，比不外人一拆。两个人出来，这个四别人手不人家已经贴袜子，还不看是不是这个外头收一收？弄堂里向介绍，搞得事实不重要。老板啊，你看这么多人啊，你当心啊。等我讲啊，本要耽误人。侬要帮帮个忙，我晓得人家要打侬，我怎么先跑开？不，侬先跑开，侬帮忙，啥个你先跑开？帮忙嘛，我还要吃生活啊，是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喂喂喂，三哥站出来啊！哦，对不起，先生啊。跑过来，跑过来。对不起啊，这个两条路啊，张春梅那拉了后头，就是这个人了。那你好搞个人，不要想。对不起啊。各位先生啊，两条路，我们到宾馆过去啊。假使哪要寻找张春梅嘛，等一下回头来再寻找就好了。对你毛毛，你也是一个啦，关注人家回头来寻找的吧。啊、哦，是的。两个人出龙堂，手持三轮车，勾刀开到大西楼，但陆友殡仪馆还不得，已经不能进去了，三轮车停不得车的。两个人白过来刀口把人家滴滴戳戳，可是人家张春梅，张春梅苦劳的神灯的，并不是讲自家必杀小胆官，自作受害，理性理下了想今朝我哪样子可以打过这个难关，过至这个关就不挨着，突破今朝那领导老乡恐怕发逃兵，一路老乡赶紧来，赶紧子赶到陆友殡仪馆，姊妹的已经来了着。今朝上海34个大小摩托车全部在自发性的停业。1947年10月16日下半夜，上海绍兴区就一个人搞闯的，少人搞了3桩摩托车，老板不许停，
几美男将跑台边，与这个决斗统统全部平定。三大街到大西路旅游兵旅过来，也聚集带回最后的一面相旗，去干的。上海的观众都是蓝汤汤、蓝妈妈、三蓝，屋里乡人破个洞蓝汤汤，也今朝干不够。那么你只能心无三，一旦来了。来不是个半无时间的是个男爱人，半无时间的男高些，啥个样子人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管文艺交流下人人都很多很多的，长出来一路走一路了哈，不得给他领导上向一望，就可见四个字：英勇无才。金爸爸，我说八个，在台上向一放，八个我就留打开来，农民整体的来。供一供，拉手相对一点哈，四个盾牌当中啊一把，老板，哎，那来了啊，把衣裳扎起来，把帽子打起来，把腰带束起来，马车带套起来。这套马车带啥去啊？这个是绍兴规矩啊，伊拉讲啊，都要套马车带，从头浪搓到脚浪啊，老板。这个绑灯弄好啊！我的啥子啊？绑灯要纸头的，侬立了旁边不要动。有人来，三鞠躬，扔到了旁边要哭啊！这个就是晚礼。各种大伯不分享夫妻，这个死他的娘，你知道打哈？上次买袋子跟白白毛毛，你来看啥么子？我没得办法，几米道理关照我这个样子做的呀。今在外是乡亲嘛，不是乡亲在吃酒的吃上了。哎，大丈夫能屈能伸。哎，龙门要天，狗洞要走。老板，这上头是个啥个字啊？英勇无才。英勇无才。好像你们说出来的声音，这个面孔已经是那心当中是已经活了啦。那么旁边还有四个是啥字啊？旁边这个四个字叫“黑有黑戏”。哎呀，这个四个字写得好，有道理。“黑有黑戏”，这个四个字十几枚里向九几枚就被鼓上去的，这个人要当个张春梅当故事的新二代呀！你读几枚那不肯我接，叫“黑有黑戏”，你是不晓得，你懂得啥呢？少讲闲话，懂不不懂？瞎讲。我晓得了，老板，侬来了旁边啊。晓得了。今朝侬还要哭啊？不哭不响啊！金爸爸对张春梅忙忙，你还有今朝这样的日家个？平常日家是你十足道那个流氓腔的，眉毛一脸高一脸低，眼睛一眨动一眨闪，西装的女子搞开，搿只水里一缠领带，哈啦拉一拉开，头发披在是眉毛浪向。每一件挪你不当人家，特别我金爸爸比用人外不是，你把我吃亏饭呀！今朝那口从马路上一直搞到街道领导浪向，搞得死心不通，现在归了了上海有十个的观众，那口口高高冷眉目白，跟眼里还挂了面孔浪向，张春梅今朝的你家那内功在，平常么我见你破，今朝我把夫妻那破人都呀！老板，奶奶，这个棺材要买的好一点。前面到底讲了要买一张楠木棺材。晓得个，今朝伊拉几娘送个一张楠木棺材，支票包了账房给你，东西往是会得来的。我晓得了。哎，怪着这棺材买的大的。买的大的。以前没啥么子包的，买的十个都少去。买的大的好困两个人了。不大你想讲的。但你没啥高度了，你看，今朝闲话已经当当说过来，等一些辰光只看见棺材来着，棺材等到里向歇下之后，两只小凳子各一个，抬起来回里向来已经包下着，现在棺材盖翻个面了，要等单柜的新人出来，单柜的新人来了这里向要护照。几买到柜子，说阿姨说包包往护照的下一点。小代官样样地方可以护照，就是一个地方没办法护照，为啥吃来数而死的？
主人的上头发子爹已经拐样子，已经来着，刺了刺出来，黄的，没办法，可以看到你来塌粉，塌上去是他，塌上去是他，护照是德国留的，哪个想办法，但用粉来啃，不是两个钟头让那个刺能够复制出来。杨洋在护照上，手指眼睛一眨眼睛开，一眨眼睛闭。这心有本有啊，还有好戏。但人我想办法，要得你眼睛露露病，还有啥眼的面膜，但是眼睛露来露去露不平。那么至于啥样子？护照是已经行使最大的能力了。哪个时间等到是风那是平白出浪向一路浪向推过来推到给他出来这重重重放三个重哇绿绿地水门一开开始就吸引出自己的想啪努想带着人带真的不得给浪向一把把哗鸡没到他还用不来阿姐阿姐今朝的三旬姑娘要多少自家的姊妹骨头天唱戏的为国家人再与宁波三旬过到上海来不得两个姊妹啊可得带过个人了推出来么大家才翁过去哭领导浪向一片一哭声音红的水花的孩子，一上个眼嘛，面孔上像化妆化的美哈。
对了，像一根红的头带，一只红的结，平常你呼吸着头带，但是你刻意爱不比呀、啊。那外国老乡看上去威武雷横，说明你身体那样子，谁长出来个娘胎，你是不人流世界，个个是我是不能长出来逼出来。说你得了领导老乡，真的是洞窟陷害，长出来立了半边神道这个头发像，金宝宝最过来老板啊，你还要哭了，刚他脸上啊，老板。你今在吃南地么不熬粥，上次那叫狗后么发不出，以后不吃海，哭啊！今早要打鼓的难怪把这种石缸带走啊！难怪是的，难怪啊！想不到今早子，那今朝别我不而去。是的。我跟着两个人等了一道什么东口的气，我叫我一声婶婶，想不到你单位会死。是的，那是哪叫我们哪办法怎么办呢？是吧，我想西国里向是靠侬操自觉的，侬谁知道叫我长出来哪能，别人家不晓得为什么长出来必杀小单位。是的呀，实际老乡你自家吃个来数儿，就是讲这个来数儿是侬长出来弄出来的。你忙忙，你当心的讲闲话。你这个夫子来帮我忙，你是趁我娘想。啊？哪个是敢讲？我想我怎么老老实实了？不好跟侬讲的，跟侬讲到龙江头的。哦。今早知道，这个官够特你。哦。我来，我到侬两人夫妻，从今往我昏头昏脑，口中只的小贪官，对侬么子？从今再去头贪官，昔日我来，我到侬两人夫妻，那要呀呀哈哈过日家去。金爸爸的好子呀，哪位的当个爷爷哈哈跟你讲，哥哥你让骗侬，你让了问是我个人家，晓得侬不对过两个人已经等了一代，老你个相识，到自家你一眼，你破我与人家的张春梅，你破我人家一见到金爸爸出来，法庭上想作证，所以你来批评我，一个人批评还要信的呀，对过个事，我的确痛心。但是对过的事情，我更加口尖上那个流氓的水头，我怎样不会上来打？别个今在讲闲话，都要当心点。不要把你看出来，我会心想只救个鸡妹，我回到屋里马上把你弄死。不吃来说，我们要吃三拿筷子。我晓得了，老板啊。别怪，那叫我站出来哪办法？老板，侬哪没眼力啊？侬想什样做出来什么收拾的？妹妹叫来，还没出来了，还没出来了。搿只飞龙弄点山土来给他烤。老板，这个山土是吗？外力不肯出来，让我们用山土引力出来，侬还晓得了？动都不动，都刚刚什么时候讲？哇哭是啊哭，最慢到一哭是那边哭，在那个中间满哭两种，刚是带你山东的。但今朝你老乡，既然该管的人哪里该打，今朝只要哈哈家得来张春梅刚刚点击，该管的西风也不离八姓。张春梅一个面对我个两三口，人家就不同情我这。那么想想，金伯伯，你帮帮忙，杜金啊。啊，老板。侬也哭得两三呀？侬要让一个人闯，侬还想帮闯闯一呀？侬还哭得两三呀？叫我哭。哭哭哭哭！侬哭，我讲我张春梅没待遇好的，伊们哪能会死的？侬啥叫自杀？侬讲个样子讲呀，讲呀。你是自杀噶？你不能被杀个呀？你要叫我哭啊，我自己哭。我不哭小胆怪，我哭三日三夜都哭不完啊！妹哈，你见我哭，我哭对不了人家听听，哭对不了上海的观众听听，激起民愤，将来搞起来张春梅了有点力的。老板，啊，那我来啊！哭哭哭！金爸爸追过来，追到胆怪半边，对胆怪一骂，来死者。你这个事是张春梅脑袋必杀，
谁的爱呀做你这一年十岁啊，可你开来不比心里想的确那个那么你悲重重嘞。典韦典韦典韦呀，我的好典韦，我口口声声在叫典韦，自从你典韦到上海来，上城饭口是心非在偏典韦，你莫怪我开的陈民族，这是我错红披了上海滩，这张成帆这个到头鬼，这一天到晚在拥挤鬼，你为他钞票在自无其手，想不到我们两叔儿一并送你到云干，你就当脚踢是长长肉，身浪长一块来是轻一块，哪一个将你来比死啊，这都是看头的张成帆。张成帆一想今朝那夫人那苦心待惯，你那苦什么张成帆呀，我们张成帆娘来心待惯且风度义重大高些的，那个人极其名门，不能够外口放过我们了啦，要想得你戴眼镜不够难，要想拔头都不能拔，为啥呢？你们今在人都我们同动手，不能够同手球都比我们多，我们就两个球都不能够上七成买个球都要上来，张成帆够乎眼看看不清，好嘞好嘞，不要哭了，还要哭吧老板，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还有一头米，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哦不要哭了是吧，不要哭不要哭，娘人家哭哭，等下你再哭啊，关照你娘人家哭，既没到上下的上下哭个哭，叫哭个哭，哎个哎，根本跟人塞了哭个先带回，哥哥你想是肯定的，带回的人又付出有十个娘子一部分工作，你今天办事了要明在清清在先带回，始终不了张成帆必杀之黑，今天根本跟人塞了哭个先带回，哥哥你想是肯定的，带回的人又付出有十个娘子一部分工作，但是人往方式就实际面里向的同阿家李金泽受了比浪向不同，为啥你心里向难过而不能够来哭，啥呢你们既没到山登那里比浪向，因为现代关系我来的当成来打官司，打官司就实际面里向的同阿家方式就为时为人，你投入金家子有的啥风云不测，金家苦苦待会人胖胖做空气哪办法，所以我你才要保护你，一高人高又是生日各种一斤人才比浪下有人了，苦了你的你真正要哭意思意思，你这样哭起要努力通开的，这个是娘的身体可以的恶意，真的方式就比老乡有很多人等了，你要上去哭人家到底讲等一下等一下，辰光晚分带来等一下，是不是你什么了，张成帆一下口古人已经来个在现在会人已经出来个在给老乡哭人家哭哭了，我们定下路现在会的人古人里向一群盖古人定嘛，我们是听不着，我们好做不养气着，但是不要去问过你，也是能上方式就没方式，就是等等上等待过的亲人的亲人不得来今朝不能够待过死人活过的，上次没想这个还等亲人啊，你都提拔当他去今朝是不是来，他都是亲人不得不得的人往手等来给他等，还在大西路又比你过两百两百年才是三星人，我给老乡都不想的听到是有的叫不了你两个三星姑娘，为自你同情待会所以非要同情你张成帆放心，张成帆想这样子也等等到啥辰光，两点钟胜利了，等到三点钟大家辰光这些的哪里妹妹就哎哪里来三个人，少年一个
受相当官的资深人士加外，立了火车站老乡去接当官的爷，得知当官的妹子，当官爷姓徐叫徐福生，当官妹子叫徐小凤。现在辰光，里头三个人一路这样打个哇！小凤猜了自家的爷，阿爹，小凤，我走哈。我不要伤心，事体已经来动嘴。车子自家要上来，到对到灵堂跟谁一口，口就阿家一张女士村的照片，妹子多少心痛啊！阿爹，小我，我手动啊，我来上去看。小凤追过来一口，叫杀这个领带不比厉害的人，身上像打个哈。哥哥哈打得蛮重，哈像自家亲人一样。别给个人耍人家，后厨拉下一路拉来。趁他刚给谁要带块柿子，搞不了开西锅老板家张春梅是个流氓不像人。阿梅谁是那个？接着谁要问我脾气大叫两样，阿只要身心怒躁。可谁要问我脾气欢喜当大发兵后天后他？我是啥人？上车门一口来三个人，一个是家外人得的，唯一个来了，但是一个姑娘李夫人得的。我叫张春梅。我叫张春梅。侬是。我，侬不要管我说人。啊，上面看看，啊，侬是小五妹妹，哦，阿姨妹妹，我是侬姐夫，我是侬姐夫，哎。啥么子姐夫？你这个流氓不像人，哼！那个普家官，可是我最少些人懂的，普家官是流氓不像人，叫普家官这个样，因为你三心来了啦。我问侬，我和阿姐那个死个，为什么我和阿姐要死？我在逛逛看，为什么我哪里要死？吃蓝素儿，吃蓝素儿，为什么要吃蓝素儿死？我到逛逛看，我个张春梅，我个流氓，洗澡水在你面孔上。哎、一记耳光枪，张春梅哭老头一不走来不给老乡来了，啪！又得一记耳光，张春梅两记耳光，他们惊吓的了。今朝给他领导来了，为什么？因为一个咬一个妹子，各个妹子但是脾气大概二十二两样，后贴后躺。张春梅细细看见个小凤，长面孔漂亮，你像我们到外国头来这样，皮特个二十二来个妹子呀。你在吃了三碗，那么些都不得事。哼，妹哈，我和阿姐不能比啥子，一米高一米最高来，我个把布哈位晃一下，带里下一口，阿姐个人困了，困在街浪下。小凤心里下哪副痛，最高来困在不必一句，阿姐，妹子小凤来在。
是一步的米啊，水浪像一只八个难道空杯就好洗。阿哥为啥是也没出去，我当然分水了那门口啊。我对你会回去，你对我会没北风人山，妻子呀，你为什么一死两死双亲贫？你为什么把我们一家人都为他？此恩秘密把终身恩恩娘，你为啥也是家？为啥你屋里下心都不来？出到上海你为的心来，到后来个心越来越散，越来越散，钞票有的增加。晓得你到了上海唱戏红尘，啥人晓得个妹子来，你居然死在。分歧是哪想，我见你万分难，很难啊！你为难是我的水苦，水难水甜啊！姐姐啊，你是可以不必心为人。是心外家中大，你看看呀，我的抚养长大非常容易，我里向这个苦个担子靠你阿姐，居然把那个流氓长成万倍上，小鹏哭子嘴胖立起身来，眼里黑靠一靠狗，人的脑袋得长成万一口。不林子，你来欣赏我子，阿姨妹妹。回头看，仔细想是几大，浑身上下我身背翻起几大，满腹难容加一大，把屋里背上我心几点，彼此之间我为哪点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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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心啊，哼，张春兰，你告诉我阿家是夫妻，今朝个只贵女人蛮多，你一道陪我去。我晓得话别个菜，三十个徒弟俺是关照着贵人买的徒弟，那徒弟出哪里这样？也不一道陪我去这样，夫妻也还一道陪。阿姨妹妹，一切侪是我错的，请阿姨妹妹。我陪我阿家。我刚好了阿家到手地方去行啊，是啊，我不晓得宋金王屋里下阿爸侬才到我屋里下来，我来开销，侬往事吃了我们用了我们，侬今早地到我屋里下来。金爸爸眼睛夹出来，哎呀，小凤面子啊，不要上一档哦。干嘛？哎，我当心啊，不能上当啊。喂，侬搞什么了？人家乡下来没地方蹲，根本我哎呀，屋里向招留招留不人啊！不能招留啊，老板啊，侬有些良心搞好了。啥人相信？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眼睛才瞪着了，牙齿咬着，你当心了。那到哪个去呀？我们到市下东来听呀。可不是王祖科技谁来了吧？可不嘞？下午，我等我把布给拉起来。我要看看我的亲生的。我晓得这，那么弄发不好的话拉起来。我，我跟你沉默。
从下的思娘亲，想不得我有种风情，有娘亲把你姑娘奉养真人人，想不得今日里见你伤心姑娘在我一起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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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亲生母亲恩苦的姑娘，生姑娘啊，这家王妹不落母亲妹落，我不得生非送你何妨啊啊哗哗哭，谁家会等到边浪向哈拉哭？白骨来三只象，三足弓，搿个辰光方心就追过来，不只金镐子不里塞个只镐子，拿当我打了小胆怪水浪向。小胆怪你临死的辰光，金丝皮筋力量都脱个，周刚都脱个，搿只金镐子你打了水浪向。但是破张春来科技要弄个只金镐子挪脱，所以农民那里挪来，是金伯伯挪来，根本我放心就。胆怪为啥临死个只金镐子你也，你手是得来徐家伟两个人恩情非得。所以今在给他真告知当面干不能来到那里手上想让你心得应该还有一年年安慰徐家伟奴子给他真告知大带真子小带鬼的这流老乡探上去带你妈妈你恶心气吧那个手也白那个又也深那你怎么不办此事枉为生意到哈退了边浪下可是我张成来想错不对不对那亲人来个呗戴真子放心就妈妈放小家神光错不对不对啊可以我姑在这放心就一口三个字没接着委屈一个分类上你们来你跟你儿子要分类你儿子要分类哪可以努力给你画在姑在里我今次等于带毛的了老马娘娘开武松在那喊娘娘开就是娘开一点银龙堂可见银龙堂当中最真的一个人剃一个绿色头发中等身材八个皮板八个豆大衣一上八皮下水里下一上八个皮板睡得该到领带门子里累了停各地古中跟被谁人得的创业上的伤害赫赫于民你比把不必一放带个张照片看看你要叫眼里满腹日子得亏我当年是董乡人不能不了解我了解我是第一辈富寇辈的出来你是第三辈的富寇辈的出来所以我比你这得伤害这人民我得到你死他的先生我混蛋了得了
何日发个金泽分配，为啥我来到这个哎，才去我不要来，因为我今朝我要唱戏，但是你结巴十几妹，心里心中哪可以不来着？所以你要只要来得哎，心里想觉得对付是对鬼。上次三次想，我把布还会拉开来一马，看见对鬼的人困了啦，心里想痛心啊，妹妹，我的好妹妹。姐姐来日了，妹妹呀！我已见官方啊。小苦白把戏哟，还是一母的亲姊妹，想不到为了杨家的亲生弟，就偏上当是张。你莫过我开店生人下，这有桥香飘美人啊，在到如今你脸上冰上不笑容，到如今此恩一面方休得，哪个给你三发过，这都是恶人的吗？小妹妹欢胆会千呼万唤，你开不开谁知妹神娘神救苦，谁要相为难上啊难，再见你一眼闭来一眼开，你莫不是南沙当年的老年满，你一眼闭来一眼开，莫不是南沙姐姐姊妹，你是一眼闭来一眼开，你莫不是南沙知心是家为，你一眼闭来一眼开，是爸爸是谁是心不改，哪个给你父亲的这都是犯恶尽掉流氓西部长成姐姐们，报喜啊！要明哉，清清哉。